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与你的心灵同在，共度上路者福音。祝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有许多人与耶稣同行，他转身对他们说。如果谁要跟随我，他应该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姐妹，甚至自己的性命，要不然就不被做我的门徒。凡事不摆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愿意建筑楼房，哪有不事先说下来计算费用，看是否有足够的财力完成呢？免得建起以后二不能完工，所有看见的人都只叫他说，这个人开了空，而不能完工。或者一个国王要去和别的国王交战，哪有我先坐下来想一想，能否用1万人去抵抗对方的2万人呢？如果不能，趁那国王你的哀怨的时候，就派使者去谈判和平的条件。同样，你们中间不论是谁，如果不舍弃他拥有的一切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以上是店主的上训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。他知道，他正在走向十字架的路上，而和他在一起的那群罪人为，他正在走向一个王国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这样对他们说话，他以罪上供的方式告诉他们这件事，跟随他的人并没有走向世俗的专利和荣耀，但是必须为2件事做好准备的人。首先，他必须做好准备，因为他必须是一个愿意牺牲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的人，即使他必须为生活做好准备。这就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的痛苦。我们不能以冷酷和罪罚相向力的字面意思，接受他的话。通方语言总是像人的多脑一样伤痛。当耶稣召我们恨我们最亲近的人时，那并不是字面意思。他的意思是生活中没有任何爱可
退役，我们必须给他的爱相比。这段经文中有两个暗示性的真理。第一的，不做满足也有可能成为耶稣的跟随者，不做国王的士兵，做一个跟随经营的人，再没有成长贡献任何实质性和重大意义的情况下，成为一些伟大工作的挂钩者。曾经有人和一位为的随者谈论一个年轻人，他说：“某某告诉我，他是一年级学生，老师斩钉截铁的回答，他可能听过我的歌，但他不是我的学生之一。教会的最大障碍这一事，在里面有什么多耶稣的留言追随者，而真正的门徒最安全。第二，计算跟随基督的代价是基督徒的所要责任。有一个人要建造的，他可能这一座五道院的五道院通常背背的有的，从那里一个守望者被用来对付，可能都从庄稼的角度，一座不能完工的建筑总是一件羞辱的事情。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，人们都被要求就计算账本，再按照主个人教会的形式主性的管理的介绍中少中，因为我是说结婚不能仅随我不经意间，而是要三思熟虑转账的敬畏上主。男人和女人必须计算账本，基督徒的方式也是如此。但是如果一个人被基督的靠要求吓到了，让他记住他没有被留下独自完成这些要求，把他召唤到所教的道路上的人，将与他以及所没有铺并在进度与他会面。愿我们在努力实现他的这一时，永远记得呼求上主，并依靠他的旨意。愿我们对上主保持忠诚和顺服，直到死亡。阿门。